怎么样？你跟你爸还好吧？放心吧，没事了。再说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一个从小到大就不关心我的人，他凭什么插手我的事？其实，我一直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。怎么说呢？我爸的心里面始终藏着另一个女人，他根本没有爱过我们母子俩。从我记事起，他就没有陪我复习过功课，没有带我出去玩过，我的每一次毕业典礼他都没有参加过，甚至他从来没有对我妈真正的开怀笑过。雨辰，我吓到你了是吧？你是不是想象不到我会说这样的话？执行长他虽然个性刚硬，但却是个外冷内热的人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多花点时间跟他相处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别跟他闹。闹翻了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我根本不在乎。